各位，待会这个队伍走在台北街头，我们要用同样的口号来告诉更多人，我们要陪湖泊人民，我们要陪西镇人民一起走这条艰辛的回家的路。这条路已经走了50几年，各位还在广场上面的伙伴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，欢迎加入我们，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，因为我们要回家，不需要受限制，也没有人有权利监督我们，也没有人有权利阻止我们回家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湖泊人民回家这条路却艰辛地走了50几年，我们一起来跟湖泊人民走这条回家的路。Free the man! Free the man! Free the man!